点那些让人秒懂的瞬间。吃饭。这是什么菜啊？吃个肉片。好、哦。吃肉片。嗯。这不正好。Top 一。老婆，你连一米半半都没有啊？大笨儿，肚子都这么大了吗？哇！怎么说？有一个经理对他的秘书评论他的文章说：“你的上面两点很突出，中间平平，下面漏洞很大。晚上来我的办公室，我帮你加一条进去。”哎呦我的妈！你听懂了没有 ？Top 三，我的随你吃，啥都可以吃吗？蓝可以吃？你还想吃啥吗？蓝可以吃吗？蓝，我缺蓝啊。红可以吃，下面给你吃，上半区我来。我未成年的观众，请在家。Top 四。如果我给你100万，让你戴着面具去裸奔，你能行吗？我美女，我没戴面具啊。不用戴面具。我也没带钱呢、啊。没带钱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没想到还有人能答应啊。那当然是不能答应的，毕竟我们都是有尊严的人嘛。Top 五。好处有啥好处？看公司能防晒，能防火光，能晒阳香水，还能预防静脉曲张，能瘦点实一点的好处，实际点能让你内心实际点儿，就是每次晚上黑色就必须要吃饭。这么现实？现实点。Top 六，我家车。啊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公，啥破门了？买不烟呢？买烟？你不要上他家吗？搞不齐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怀疑我老公外面有人了。如果是你们其中一个，就直接站起来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Top 八，是顺风车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我在路边呢，我上面穿了一个黑色连衣裙，底下穿了一个黑色的丝袜。到哪呀？到大水根。具体到哪？具体到大腿根。Top 九。Top 十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怀疑我老公外面有人了。如果是你们其中一个，就直接站起来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Top 十一，包放下，手机放下，把衣服脱了，笑一个，笑得妩媚一点。嗯，等等。Top 十二，盘点那些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。Top 十三。饭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差味儿了，差味儿了，差味儿。再来说，刚刚说的差味儿呢。Top 十四。有点胖，要给我熬一个他秘制的减肥汤。看他准备的药哈，怎么还有石头的？这是养起十二分长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覆盆子充电的。那黑的呢？这是肉松龙减肥的。是这个呢？这是营养管子减肥的，都放着。这你上次不是说止疼的吗？哎呀，减肥也可以，喝就是了。哎呀，打扰了。别走啊 ！Top 十五，来，这个月0块钱。谢谢老婆。跟我回头睡觉去。啊，走啊！哎呀，哎。
top 十六。啊，那以后只能我动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我操！老公现在没什么事了，静养就行了。老公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果冻、跳跳糖，还有……不是，对，这些现在你老公都不能吃。这不是吃的。啊啊 ！Top 十七。时候有一个男的突然闯进了你的浴室啊，然后你的浴巾这时候掉了。这么刺激，你只能捂一个地方，你捂哪里？你捂哪里？当然是捂眼睛了，这种事情。哦，捂自己的眼睛。捂他的眼睛啊？捂他的眼睛啊？我给他的眼睛捂上。然后他就这样。啊！好变态呀 ！Top 十八。瞧你的左脚盖的，我爸都来扎。Top 十九。Top 二十。